で。店家不一样，然后我们今天找到的是一个比较深山里面的，叫三之恋。然后听说他们的草莓就是很大颗，然后又很甜，好像说是什么日本品种的草莓的样子。请问要怎么挑好的草莓？挑菜的先生，你有找到喜欢的草莓吗？不可以偷吃，很多草莓。哦，好红的草莓。送你吉利，吉利啊啦，吉利的。好香哦，满载而归的女人。给我种一朵，给你种啊，交给你种，我来采。我要采，手工蛋卷、草莓香果、草莓醋，还有很多的草莓的制品。哎呦，草莓醋、草莓酒、草莓臭豆腐、大湖酒庄，好多人哦。我们到大湖这边的发电机了，然后小胖他刚刚点的这是草莓奶昔，但他用那个塑胶杯装的。好粉哦，好粉红色。刚点饭卡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甜嘞，感觉很像小孩喝的那种草莓调味乳。我们的鸡柳条和卡拉鸡，是我最喜欢的鸡柳条，然后它是柠檬鸡柳条，看起来很普通，可是我觉得超好吃的。这看起来很 juicy 耶，好像有一点汁。有柠檬味，设计周期，好好吃。草莓牛奶雪花冰，每次来花间集都会吃的。这是我们点的牛奶雪花冰。这是两人份的，看起来很好。我每次来都有，然后上面有很多草莓，然后还有链。